相亲前两人未曾谋面，不过八田的成就与名声早就传遍金泽老家。外代树倾心于八田的才华，不顾母亲反对，执意要嫁，并追随八田来到台湾。两人相差15岁，八田对妻子外代树像妹妹般疼爱，担心妻子寂寞，八田选择在热闹的台北西门町租屋作为新婚居所。处理公事回来的时候，伊就进也去伫台北，竟然在西门町，然后就是买了一个他们女士的一个化妆品呢，喜欢的东西，他就是回来给他的一个夫人使用。他就是好像他对他的生活的奇迹的，他一直很照顾。但不久，甜蜜的新婚生活不得不中断，因为八田在婚前规划比桃园皮寸大4倍的嘉南平原灌溉计划，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工程，在土木部里引起争议。答应客厅不够，因客厅来讲，大声那边来讲，你是伫笑的。你敢知影讲你做这个是拢做爱需要经历偌济呢？爱台湾的总督府一当拢总两当的五成呢，两当收为税收，拢当了忙着，还得贵呢。啊，你讲我咧想讲安尼，伊讲，发展局说，嗯，有钱无钱，这是我们财政部门爱去做的。我是安怎要来讲将讲，会当讲我做我家己的地位，会当讲将台湾的经济、民众的生活，达照顾好。这是我做一个技术者应该责任，你丢钱浪费，那另外个就会输，吼，安尼。啊，首先呢，因科长，伊讲，我见着讲，这个小年人啊，真有才华。在预算上虽被责骂，但计划本身是被肯定的。1917年冬天，总督府在取舍之间做出决定。决定新建嘉南大圳，灌溉范围遍及当时的台南州，也就是现在的云林、嘉义、台南，共150,000甲地。这块地区在还没有嘉南大圳还没有盖之前，基本上灌溉条件不是太好。那灌溉条件不是太好，就是我刚讲，就是说，所以对大部分农民来讲，他没有办法种水稻。总督府在这个年代，他们当然也想到说，如果可以有水引到这个地方来，然后能够让原来灌溉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变成灌溉条件比较好，这个东西它就会让农民本来不能种到它现在可以种到，那那个作物的价值就会上升，那国民所得就会上升。那因为日本拿到台湾这个殖民地其实是当成他国土一部分，不是说有的说哎，好像有几年后要还给人家了，所以他是很用心在做。那我们知道，因为他前期就是从1898年到1906，就是后藤新平先奠定那个基础嘛，好，所以基本上，比如说台湾的那种武力反抗也被镇压了，不管说刚柔并济、威胁利诱也差不多都克服了哈。然后基本的这些什么户口、土地啦、什么交通啊、度量衡，基本建设都做好了，所以日本真的就是可以做一些比较非常可长可久的建设。在如此的政经环境下，总督府命令土木部制作工程计划书及预算书，并以八田与一为首着手进行。就在他被委以大任的同时，1919年2月3号，回到日本金泽待产的妻子捎来电报，长女正子诞生了。八田初尝为人父的滋味，在工作上又得以一展身手，内心自然是欣喜万分。整个江南大圳工程包括了乌山头水库、浊水溪进水口、几条送水干道、排水路以及防水防潮堤，工程规模之大，号称东南亚第一。而八田技师新婚不久后，便接下嘉南大圳的设计监造重任。
当时工程采取亚洲最先进的半水长式工法，动员2000人，前后经历10年才完工。但由于巫山岭隧道工程险峻，发生了爆炸事故，酿成死伤不幸。加上当年台湾疟疾肆虐，不少人因为感染而身亡，总共牺牲了134人，让工程人员以及嘉南民众刻骨铭心。继续这个单元，我们来看看整个嘉南大郡的兴建过程。为人父的八田雨衣没时间享受天伦之乐，因为嘉南大圳在规划阶段，他得率领10多名技术员进行田野调查，经常清晨5点半就出门骑马四处奔走，回家后再伏案到深夜，只睡3-4个小时，但他却不喊累，因为他曾经亲眼目睹嘉南农民之苦。在台南关的码头啊，拄啊，伊迄工来咧吼，拄啊，水壶袂强，袂去人打。拄啊，即个砖卡内底看到一个太太，伊讲啊，太太，我是来真喙焦，你是毋是会当一杯水喝啊？啊，太太讲好啊，好啊，你先遐坐一下，我叫阮头家去打水，啊，等来互你啉。哇，即个气呢，差不多2个时辰啦。啊，八点技术讲，我咧爱带你一杯水，啊，较等了久，啊！我就叫阮头家去溪边咧打水，也袂转来。哎，啊！你附近只只只无水井是无？啊，水井真现在都真打枯啦，啊，都都无水，袂当出泉出来啊！发电技术就答这位太太讲：“太太，我绝对10冬后，乎你伫迄个灶下内底就当取水出来。”这段经历让八田更加坚定给嘉南平原送水的信念。1920年，他和80多名技术员合力完成的计划案，包括在巫山头建造一处巨大的人工湖，引曾文溪上游的关定溪水，蓄水量可达1亿5000万吨，堰堤长1273公尺，高56公尺，规模是当时东亚之冠，世界第三大。这座大型蓄水池是嘉南大圳的心脏，后来称为巫山头水库，可以送水98000甲地。但这还不够，八田计划要再由北边引浊水溪上游的水建造浊干线给水路，可连接到北干线和南干线，将总灌溉面积扩大为15万甲地。巫山头水库的北干线的最末端跟浊水溪的那个水路的最末端呢，两个呢会结在一起。假如浊水溪缺水的时候，从巫山头水库送水过去；假如巫山头水库没有水的时候，用浊水溪的水把它引过来。一般人可能很难体会，其实这个巫山水库它的工程是很浩大，它不是只有那个巫山头那个水坝，它其实还有那个引水道，就是从那个浊水溪上引过来。好，然后建了水坝之后，还有很多的灌溉的水道，还有排水水道，所以它总共它的那个给水跟排水的那个水道的长度是16000公里。我们一般人也许讲16000公里可能没什么概念，那如果我们用简单一点好了啦，就是说嘉南大郡的灌溉水道可以绕台湾13圈呢。那如果把它放在世界来看，就是等于半个半周的地球啦。